大家好，我是身高190。最近评论区里头又有很多朋友在说了，看你的视频，我们都看成面娃娃了，尽是烩面煮的，不是面馆就是小笼包子。你能不能给我们撇点不是烩面煮的东西？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大家放心哈，今天我给你们撇一个好吃的东西，它就不是烩面煮的，它是啥子呢？它是荞面。荞面是拿荞麦煮的，不是拿烩面煮的。这下你们不得说我烂了嘛？很巴适的主播嘛，大家很开心噻。走，跟着我去吃面。这家荞面已经开了30多年了，相信很多老成都都晓得，但是很多外地朋友不晓得，我要撇给外地朋友看一下。成都人喜欢吃麻、喜欢吃辣的习惯都在这家面馆体现得出来。现在是下午3点钟哈，根本就不是饭点儿。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荞面作为成都名小吃哈，它不是来填肚子的，而是大家逛春熙路啊，找一份儿时的记忆，都喜欢来上一碗荞面，热热火火的，巴巴适适的哈。原来青石桥还是菜市场的时候，他们家就开了个小铺子，当时荞面是7角钱一碗。现在都卖到16元了，物价涨得还是快呀。我点的是加麻加辣，也就是在它本身麻辣的基础上，还要加熟油海椒，还要加花椒面，那个样子吃起来才过瘾。吃荞面先剥蒜，蒜在嘴巴头嚼两口哈，再来一口荞面。这个是成都的规矩，正经吃法。在成都众多美食后头，能让我身高190欲罢不能的荞面当之无愧。荞面吃完了，记得喊老板来一碗荞面水，非烫八烫那种，喝起之刺激，整个嘴皮都是麻的。一碗真正有灵魂的荞面，吃完了以后，你的嘴巴五脏六腑全部是麻的，就跟做手术全麻那种感觉一样，直满足直爽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撇到这儿，我又要去青石桥去买兔儿脑壳去了，给大家做好吃的190麻辣兔头。在这儿我声明一个问题哈，我从来没去给任何一个人打广告。190介绍的好吃的都是190小时候吃过的。